在越南过年都给多少红包？今天来带你们了解一下，到底给多少红包有牌面？老板娘嘞？老板娘，今天生意怎么样？来瓶饮料，来瓶饮料。在越南老板娘这边买瓶饮料啊？喝什么？喝什么都行。这是什么？凉茶。凉茶，给我来杯凉茶。好多人说老板娘的摆摊的地址在哪里？电线杆的这个地方，看到电线杆就能找到老板娘了。大过年的还在这里摆摊？对。这是越南老板娘自制的凉茶，这种凉茶的听说成本很低呀、啊。我看老板娘卖啊，多少钱一杯？一万一杯。一万一杯，3块钱，3块钱就3块钱吧，来2万，然后剩下的1万当小费，就是新年红包。新年小费还行，但是新年红包几万呢？小费还行，新年红包就嫌少了是吧？1万，来大过年的，是啊，买你一年东西了，给你大方一点，直接给你50万。哇！50万新年红包，在越南这边有没有牌面？说实话，很白面的。如果你不是给老板娘，你给其他人，他在路边他们就哭上来了。哇，50万，今年红包都得哭起来。对，多谢。多谢，没有关系，祝你生意兴隆呀！大过年的是不是？哇，这活的还不如一张50万呢，这。